学生活好无聊。对啊，每天都不知道可以干嘛。你觉得大学生活无聊吗？你觉得大学生活如何适合吗？那就加入我们吧，加入我们，你可以。甚至可以成为像我一样的主持人，我可以，你也可以，请拨打以下专线来加入。哎，导播，五位、四位、三位，心动不如行动，赶快来加我们吧！欢迎加入